在想说长得像卢广仲应该可以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被你骗了。哇，那你你外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唱歌，那你活着要干嘛？有什么专场吗？有什么秀一下吗？我本身是喜剧演员。啊啊！所以刚刚那个也算是一种表演，其实是一种喜剧。所以刚刚可能他是用演的。对。那么，冰环，它是一个没有灯蕊的蜡烛，永远。我们在想说，长得像卢广仲应该可以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被你骗了。哇，那你你外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唱歌，那你活着要干嘛？有什么专场吗？有什么秀一下吗？我本身是喜剧演员。啊啊！所以刚刚那个也算是一种表演，其实是一种喜剧。所以刚刚可能他是用演的，对，叫做贺龙啊，贺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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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是读书还是怎么样？还在念，还在念啊？哪一个科系？我念经济。经济啊，嗯，对，经济，经济，经济系，经济啊，经济会找份正当的工作。好的，注意哦，谢谢。突然，又不要来，注意哦，谢谢。好了，人家打歌，你要不要唱个22666？搞乱，人家好不容易出唱片，如果想要当喜剧演员的话，多找一些这个表演的题材，对不对？在舞台上做很好。不要再来乱，好了，没你的事了，哦，先下去跟他们聊天去了，好，谢谢，加油啊。